台风怎么样？不知道啊。台风可能就不想回高雄。所以看看台风是怎么样？不然我们要去高雄，就是开车，然后看着台风这样子，这样子看台风，什么鬼叫看台风？我都不知道，看一看会不会下大雨吧。你说开去，然后看有没有淹水，再开回来。我们先开五个小时过去，然后看一看台风状况，然后如果不好，我们再开回来这样。有什么问题？完美。